因为大家的支持吼，咱民进党两摆翻国会过半，台湾才能够走在对的路上，成为世界的台湾。我们现在走的路是对的路，我们继续走下去，好不好？啊，在野党啊，常常批评我，批评前瞻建设。我要告诉大家，新北市的前瞻建设不少，前瞻建设就在大家的生活里，尤其是我们新北市，尤其在比较都会的地方，需要我们的停车场。我们前瞻在新北市投资的非常多的停车场，让大家停车比较方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也是因为有前瞻，所以我们在新北市305间的学校装设了3万多台的冷气，让我们的学生上课环境更好，大家说好不好？民进党执政，政府的长照预算从2016年的50亿增加到今年870亿，大家说好不好？啊，就是朋友在跟我讲，说家里有老人家的照顾，常常都需要用辅具。以前辅具很贵，都买不起，现在政府有补助，如果你是低收入户，免费全部由政府帮你出，如果你是一般户，你只要付30%就好了，这样好不好啊？